对呀、啊，嗯，这个屋子就给你了啊，我就慢慢买啊，慢慢慢慢。回家就是幸福，一回来爸爸早餐都已经买好了，让爷爷买的小笼包。哇，还有蒸饺哎。哇，哎呀，你看，一起吃吧。妈，这个为什么吃？肯定要我来，哪有买？拿披萨我来搞。好，我这边先买个好的啊，先买个好的。谢谢咸蛋二老在炒菜。我点什么呀？我的青菜，你点不点的？你刷哟，你吃好哪喝哪哦，你刷哟。那个我大鸭肉，好，我菜现在俺我来炒，也顶顶人，搞了好几，一包这就很得高，来把鸭肉焯一下水，把它烧开，鑫哥，你看我卤的鸭爪跟猪耳朵，看着还可以，待会把切一切，然后热一下就行了，现在来把小菜准备准备，差不多了，鸭肉已经炒好了，把它洗一下，鸭肉不冒火。好，加水。现在已经都准备好了，大菜也已经都好了，开始煮饭了。看看，我也是在家里做的。差不多了，把卤菜起锅，开始炒菜了。我来尝一个。哇，这红烧肉！我看吧。我先尝一块。怎么样？可以啊。快来归。啊好。我说我说羊肉。等等等等干啥？这么难的？你先听我，我来把菜切了，你先切了啊。姐妹一起吃啊。对呀、啊，不然让这边汤吃饱了，吃不下呢。青椒肉丝也好了，自己再走。好了，炒好了，开始切了。那已经回味了，好了，我要开始吃饭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。客人也走了，爷爷在写作业了。再见。